喂，主持人老师啊，我是1930，我说我传赖啊，昨天你说什啊，我那个施美报告我用在那个青椒，我有用2000倍加玉米素啊，请问你那个如果小苗像那么小的苗，那个差不多1000倍1500可以吗？还有那个金苦瓜金钱林啊，哦，那个斯诺特有效吗？有什么那个药可以弄这样啊？还有我在那个土边那苦瓜药，那是药害吗？好，麻烦老师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来来，来先生一题一题哈。这个大同啊，吼，这仔啊是仔啊，因为弱人的这仔啊，吼，卖讲仔啊长吼，就是和咱像阿伯家己去顾吼，我嘛是顾个空卡巧吼，因为这高温高湿吼，啊，这种大同啊，这个时阵种大同啊，吼，其实很拼命吼，我感觉，这个是当然然后高风险高报酬吼，人种袂起来，你顾会起来吼，因为以你的手劳可能。卡无足大者，即问题，但是即仔啊吼，即可能是无通讲解水，所以你讲即马若是要洗药啊吼，可能洗长的时阵吼，药量拢爱放少，啊已经长得较软弱吼，所以你咧用肥的即个情形，并讲你要用即个四美八钙吼，可能1500倍甲2000倍没有问题吼，仔啊2000倍，因为仔啊顶咧用大概就1200到1500吼，因。正常的仔啊，吼，阮咧用是职业展平了，新买要出来的时阵2000倍。啊，第一片叶啊出来，甲第二片叶啊，迄阵都出来的时阵，得1200到1500两遍肥，安尼就结束啦。吼，所以即个育苗的时阵，你是用即种的一个即个啊，所以即你也当应该是1500到，因为即较弱，所以你我唔敢建议你用甲1200，吼，所以你可能是2000倍。宝宝啊，吼，伊先有一个啊，许先食一点嘛，吼，因为啊，这个时间其实重要，你是爱吼伊开筋啊，吼，就是讲啊，这个筋络的这个部分，啊，你随时爱去注意这个啊，因为你这有我看你底个足功夫的吼，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咱听众朋友无看到相片，但是啊，宝宝甲好朋友讲就是讲，咱就以听众朋友伊的一个这个骨吼，这唯一的缺点就是迄个骨无膨鼓啦，吼。无一个膨鼓型，你啊较平小块，因为相片看起来是安尼，乃当小块膨鼓，中管两边低，这个是最好的哈。阿爸囝，你也是讲无真膨鼓，啊，但是基本上有中有较悬吼，啊，袂讲真袂去积水啊，这个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咱听众朋友伊做诶，即个有得讲每一坑是毋是伊拢挖好啊？吼，要种诶，即个所在拢挖好，然后伊拢个每一个坑诶所在，伊拢用土去甲堆伫边啊。有啥意思？就讲咱是毋是塑胶布出去，啊要种诶所在伊坑挖好啊？吼，挖好坑已经挖好，伊迄个要种迄个坑诶边啊，伊用土呢？哦，用咱诶铲土，搁看它一窟拢去甲堆掉咧，拢去甲堆咧，吼、哦。这个不简单哦，这个做的这个手劳非常的这个油啊、哦。啊，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因为你甲地掉了，伊个所在袂结坑吼，袂结坑，伊迄个热呢就不会直接热气不会直接吼、哦，较袂为迄个所在直接的转，有迄热空气吼、哦。因为你那是伊安尼无甲地掉了，伊个塑胶布底下碰咧，伊内底作会结作些作小的迄个热气，啊，热气结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高温高湿的位置。为迄个坑的所在的种出来，为咱止血吼，咱种迄个所在的出来，所以啊，这地土是地较真功夫啦吼，所以这应该是有当时啊讲吼，咱都朋友真侪，这个物件种了袂歹吼，啊做甲当然是做甲真辛苦吼，但是就是讲啊，伊也做甲足幼劳的吼，这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吼，就讲、是、尽量咱迄个坑塑胶布一定爱含土，尽量是。病卖互伊底下碰咧吼，因为有空气底下热人的时阵特别吼，特别这个情形爱小注意者吼，所以你这是无虾米款的这问题安尼吼。那刷下去吼，啊，这个回归这部分吼，回归部分即阵啊，就是讲你爱注意，还有一挂啊，这个变讲，也许还小我 QQ 吼，安尼。安尼白白这种吼，这可能是细长含，我咧怀疑吼，这应该是含这个啊，是不是含许有关啦吼？算蛮类吼，红蜘蛛的一个这灾害时阵，红蜘蛛的这危害有关吼，这应该不是要害吼，这个看起来
是较无成即个有害吼，因为迄有固定的一个即个位置，啊，然后伊个叶啊会怎啊 QQ 吼，伫迄个所在，那无就无，啊，那有就 QQ 吼，这应该是一个啊，这是伊个关系吼，算含红蜘蛛吼，伫细长迄个时阵吼，有一点啊红蜘蛛的一个即位啊，所以这叶啊呢啊，顶较袂平吼，就长不平。那这种情形要安怎处理吼？你抓药的时阵，300倍的尿素吼，加加一撮，啊，让伊这个叶啊吼，当展开。按总讲那是有红蜘蛛对不吼？迄就属红蜘蛛啊，就加伊哦。所以红蜘蛛会去吃那些东西，啊，所以去甲食。啊，话讲，那既然安尼，我叶啊没有展开，啊，我该用这个硝酸钾，刚刚好，硝酸钾不好，因为这个红蜘蛛不爱食硝酸钾。伊要食即个尿素、哦、所以有可能有即种诶，即个经营，所以即你爱小处理一下。有诶讲啊，这是不是即、這个啊，即种病毒哦？这看起来不是，好，因为这病毒哦，啊，伊通常是较无遐明显诶，一个讲有一个斑啊，吼，伊通常就是安花鸟啊，叶啊吼啊，袂正常，但是伊较无一种啊，真明显诶一种定点哦。啊，你有一个所在是。啊，所以这应该是含这个二点叶螨吼，生长的时阵有这灰白这种的这斑点，这含这二点叶螨有一点点啊关系吼、哦。所以这你要需要注意一点，如果落雨落干呢，佫有这个红蜘蛛，这有可能是一下啊那又伊就起来吼、哦，所以还是会吼，爱、哦、需要注意一下吼、哦，所以。啊，利用一寡这个物件，啊，小做者处理，啊，大概300倍的一个这尿素，吼，啊，小花来用者，应该效果就会，伊个血压就会降下来，吼，这目前看起来，啊，我个人的推断是安尼，吼，这互你仅做参考，啊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吼，所以你小注意一下处理，吼，啊，热吼，当时啊，这血压顶较袂平，吼，这血压为什么血压顶袂平？啊，你爱注意下骹迄个是毋是有空金醇吼、哦？如果伊那是叶啊顶袂平，下骹迄个空金醇缺钾缺钙，啊，你缺钾缺钙，你唔通去甲补肥吼，伊、哦、可能因为伤热个即关系，所以啊，热人咱就是补肥接热吼，啊，补肥接热有时啊很困难，所以你那是有水大吼，还、哦、是要呢当用这种。就呢，小补一下呢，哦，这要小注意一下，好像啊，夏天的时阵，咱肥料咧用吼，一定要注意这个 EC 的问题吼，因为这个 EC 伤过头悬吼 ，EC 伤过头悬呢，伊吸收都无通讲钙好吼，这是咱伫这家家出现的一个真大的这个情形吼，所以啊，这伫家吼，你小了解一下吼，大致上是安尼，这很这情形啊，你小处理看卖一下吼，应该不是药害的这问题哈，嗯。